从小白到专家，神经实录，一分钟教您英国买房。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英国租房系列的第三步，入户检查。首先，我们要仔细阅读好租赁协议，充分了解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我们最好跟房东或者说中介在入户前一起进屋做一个室内物品的检查，别忘了给电表啊、水表啊、还有天然气表等各种仪表做一个拍照记录，以便后期核实账单。房东呢，要向租客提供一份英格兰租房清单的复印件，同时呢，还要将这个燃气的安全证书，还有所有的电器检查记录交给租客。最后，关于这个押金，房东在收到押金之后，必须30天内进入政府审批计划，并对其进行保护。同时呢，还要向租客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上所有的资料，我们最好保存好，因为后期不论是续租还是退租，也许这些资料都用得上。想了解更多实用贴，欢迎关注"肾经石"英国房产。